哥哥你好 man。这台车很容易翻掉。那哥哥我可以下车吗？我不想要摔死。哇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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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哇哇哇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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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办怎么办？先跑啊！恭喜不容易炸得到。林曼，我先走哦。林，我先走哦。我的运气很差，不要忘记了。来哦，准备哦，准备跳海哦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冲上海里哦。潜水艇，潜水艇。这要怎么？好、OK ，往上就可以了。按那个空白键，空白键，空白键是浮起来。空白键。这样，好、哦，这样。对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有敌人。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。有要拿129吗？可以先捡。可以先捡。先捡吗？可是我这样会换到一把、欸。好，那我捡。好，我跳过去。海上人家，我跳。而且这边有子弹。跳这好玩，雅思要不要玩跳这个？跳这个好玩。不要，我怕等一下跳下去就死了。你不跳，我要丢手榴弹哦。不要，我不要跳。我要丢手榴弹哦。你看一下我拿什么？要不要跳？不要。哎、欸，我跳上来了。哦，好像在垦丁哦，垦丁玩香蕉船哦。我们现在其实要小心，因为我们在圈子外面。我们可以伏击敌人。我一直听到手榴弹声音。又炸！我打死了。哪里？这里在开枪。打死一个，爆头了。两个，剩一个敌人，在树后面。打不死他哎、欸，可恶！我要跟他继续像 PK 了啦。等一下、喔、你先我想拿散弹枪。好，我看到他了。好，干掉了、欸、吃鸡啦、哦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。今天要继续玩游戏是电脑版的绝地求生，这次呢就带雅思来玩，还有林。然后林的部分是之前跟我都有在组队嘛，然后雅思的话呢，他之前有玩这游戏，可是大概只玩三场而已。然后这次我把他拉过来一起玩，所以呢我们就一起用三个人去挑战多人模式。然后电脑版呢是比较难吃鸡的，可是这一场呢我们成功的吃鸡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们这整场到底怎么打的，后面的影片我就一刀不剪，让你们看一下整个游戏过程是非常有趣啊。然后这边我还是要感谢雅思跟林啊，陪我一起玩这游戏，一起到后面吃鸡。虽然林在后面的时候他的电脑可能有点宕机还怎么样，就是没有连到，所以他后来有一个角色就消失了，然后后来就剩我跟雅思。然后还要感谢就是这一天陪我们一起玩到1:09吃鸡完成的各位观众，那我们就开始看这一集吧。 Go。 好，我们的观众慢慢的去睡觉了。太晚了，大家都直接去睡觉了。我在副频道开直播，雅思看不到，看不到、嗯，看得到啊，看得到啊，雅思看得到吧？是啊，我看得到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在副频道开直播都很轻松，你就不用担心会有那种乱入的，因为通常副频道不好找，副频道叫 Top Again， 谁会来？好，来吧。哇，零射上面是不是？是吗 ？K 镇好像有点远，要找车。我想一下哦。是可以啦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，然后有东西就收。上面，不然就在 L 这边看有没有车好了，有车就逃跑。我先去找车好了 ，Go。我之前说我的开箱运非常的差、啊，我刚刚已经收了四栋房子，只给我拿到一把我觉得很弱很弱的散弹枪，就两发子弹，射完就没了。哎呀，
不过也好啊，他送我回来倒数，你们就不用等太久，对不对？不然等下我打到决胜怎么办？嗯、对不对？打到吃鸡也不错啊。开玩笑的啦，没办法，这游戏吃鸡的几率难度很高，我顶多打到第二名。嗯，对啊，最后就输了。好，我先收这一栋，先收楼上好了。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吧？听声音，你要听那个脚步声。如果有脚步声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蹲下，然后不要动，听他有没有发现你。嗯、好。哎，三号是谁？是你是不是？哎，是我。是你这个防弹背心，在那个进来后的小屋子里面，八倍镜。我拿到八倍镜欸，可惜不能装在手枪上面。哦，手上有个拔蜡，好想丢哦，好痒哦。好，蛋，拜拜。管理，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少了，深夜时段，现在是深夜食堂，我肚子都饿了。雅思，你肚子怎么饿？还好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能去上面、欸。等一下缩圈在那个、欸。哎，雅思，你现在有武器吗？嗯，没有，我还在搜。啊，我有武器了。好，你尽情的开枪吧。你先测一下那个感觉手感。你尽量开枪没关系，我帮你看不到敌人。我只有一把躲人。好。对，你先练习手感，打树啊，打墙壁啊都可以。嗯，好。我拿到一个血衣哦，那是有什么用？哦，其实衣服我都不太拿，因为衣服你穿的太明显，很容易看到。哦，白色系的东西，就是衣服只要是白色系的我都不穿，所以这款游戏很多人都裸体。对啊，衣服越少比较不会被发现。对啊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啊，可是拿那个衣服，到时候在换衣服的，就是大厅的时候可以换吗？哦，不行，它就是只限这边使用而已。啊，好吧。对，我以前都会剪，然后后来发现。欸，根本没有增加什么防御力之类的。欸，我现在这个区域是安全的，可以过好这个地方。有14宫，然后这游戏的14宫，我觉得非常弱，建议可以不用拿。真的吗？对。我有红准心瞄准器，那个有用吗？有，全息的会更好用。我都拿全息的，然后看个人习惯。有些人喜欢用红准心红，就是那个红点瞄准器。嗯，啊，我拿到他散弹枪了 ，S189。AKN 是步枪对吧？对，是步枪，要不要 ？OK 啊。空间不足，因为你没有背包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这一栋有背包，也有全息瞄准器这些东西，你都可以来拿。嗯，好。你知道我刚开始组队，我跟林组队的时候，我把林当敌人，我看到他就先开枪，习惯性，而且好像连续两场都打到他，因为他的游戏是有队友伤害的。哦，所以我顺便跟你讲一下，有时候看到黑影会以为是敌人。尤其是队友。嗯，我这附近好像蛮安全的。嗯。欸，有散弹枪欸，糟糕。刚好笑，每个桥段都有说捡精华，精华都准备好了。警用背心，我这有把巫师可以让给你，看谁要。欸，哇，那你要小心毒气哦。有人骑机车了。嗯，哦，是零吗？我，你去载雅思好了，雅思在后面。哪里那边有车？啊？还是还有一台车？好啊，那你先载我过去是不是？好。对。欸，你可以三个人啊。可以，好，那我们直接走好了。你要车吗？你要换车也可以啊，看你。不
这个没关系的。哇，林你好 man 哦，哥哥你有，哥哥你好 man， 我给他载。这台车很容易翻掉。那哥哥我可以下车吗？我不想要摔死。找到雅思，雅思来吧，林亮来救援你了。你在哪里？快到了，你要骑车在三院吗？你有武器了吗？有，我有冲锋枪跟步枪。你有多的武器吗？好，有散弹枪哦，散弹枪可以拿一把，那个近战超强。所以我应该拿冲锋枪换散弹枪吗？我拿 SCAR 可以。S1897，尽量，其实我尽量，我今天拿一把步枪配一把散弹枪是最好的，因为步枪打远近都可以哦。然后散弹是集聚，就是拼枪的时候用。嗯，各位，我有八倍了。OK OK， 八倍镜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这场可以了，心情好。然后有没有人有那个5.56的子弹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有。好好好，太好了。因为我这边只有90发。我看到机车了，又一台机车了，我来了，谢谢。然后有要有7.62厘米的，你要吗？或多的7.62，嗯 ，AKN 可以装，你拿 AKN 对不对，雅思？我拿 AKN。好，就把这7.62给你。地上、嗯。好，我去捡另外一台车。我满了。不会，你满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有5.56多的吗？ Okay. 没有好，我跟你们说要准备。可是我有一个握把。准备要走了，因为毒圈要来了。好，快来，我去接你。然后雅思要小心哦，不要跳车哦。林也要小心撤哦。好，雅思上车。看你要坐哪个位置都可以。然后 Ctrl 一、Ctrl 二、Ctrl 三可以换位置。Ctrl 你看 Ctrl 三、Ctrl 二、Ctrl 三可以换这边。好，因为后座好像不能开枪。我要再领吗？还是林也要骑一台？我再领好了。好。我觉得感觉很容易按到 F 键，不要去按，不要去按，拜托。林快点，全来了。哇，林快点。好，可以走走走走走。哇、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哦，先跟你讲，我技术不太好。林好好笑，林拿了一手冲那个冲锋枪。我这样摔死也可以捡精华。GG， 等一下哦，小心一点哦，这个高的地方要小心。不要走房子哦，房子太多了。然后那你都拿 UAP 哦 ，UAP 很强，冲锋枪。哦，飞飞飞，飞呀、啊！我们这边乘坐满，说第四个的话就要坐轮胎前面。我可以转四角看一下这面。飞呀、啊！我变老司机了。我是有看过一部电影啊，就是坐这样的三轮车，然后右边那个位置人如果撞到树的话，那个右边那个位置就飞掉了。所以雅思你那个位置要小心哦。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哦，这边是资源区，学校，小心哦，会有人哦。我听到声音了，有人丢闪光弹。他是傻瓜，所以丢傻瓜弹。我们要往这边走。我都讲傻瓜弹。好。我们准备找个地方练枪吧，可能要先到底端。看一下哦，哇，要过桥，要不要冲啊？
会不会亚瑟没开到枪就要死掉了？假设你现在我只怕我等下又不小心按 F， 你现在这边亮，你现在这边练枪好了，等一下我们绕跑，然后你练枪没关系，迎敌人来，然后我架，我架枪，你尽量开枪没关系，你先练习好了，我去架枪，因为我八倍镜，我要用单发嘛，单发比较稳，对不对？单发打远稳，然后连发是打近，拼枪的时候、我只有几发子弹而已，散弹枪有吗？有。十发而已，然后你尽量开枪，开好时间。我有多十五发。好 ，OK， 好，大概了解了。哇，恭喜、啊！干脆用手枪练好了。可以啊。有敌人吗？没有、哦。手枪，我帮你子弹也有限啊。都有限啊。好吧。等一下会不会没子弹？好吧。看不敌人哦， 怎么样？你要子弹，我可以给你那个手枪，至少可以给你。我这边很多，你不要把我当敌人哦。我过去了，我一百多发都给你。等一下哦，还是你打比我好了。我刚开始跟领主对，我一直觉得他是敌人。因为旁边有在动，旁边有在动，你就习惯性开枪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给你，吓我、啊，很吓我啊！我除草，我跟你讲、啊，那我这个除草刀哎、欸。哦，帮我这把借你玩，八倍借你玩，我这八倍给你玩，等我一下，这把给你玩。不用啦，没关系，你先捡，先捡，先捡、哦。空袭，空袭，空袭，空袭！啊哇哇哇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先跑啊！空袭、那個、不容易炸得到。林安，我先走了、哦。林，我们先走了、哦。我的运气很差，不要忘记了。亚瑟在练枪。哎、欸，有车哎、欸！换台花，换车台，换、哦、车台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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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车，上车。谁？快点上车！好，我们要被炸死，我觉得，看来要结束了。亚瑟要告诉大家我们来了。哇哇哇哇哇！那怎么了？谁按喇叭？谁按喇叭？是我啦，我在按哪？好。敌人，敌人吗？有枪，有敌人吗？在哪里？哪里？有，在后面。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先跑，先跑，我先跑。这么远都射得到、喔。嗯。开船，开船，拿铁，开船。开船。嗯。全会说机场。来哦、喔，准备哦、喔，准备跳海喽！等一下哦、喔，我要冲上海里喽。沉潜水艇。潜水艇，这要怎么？哦、oh, ，OK， 往上就可以了。W， 不是 A 啊？那个空白键，空白键，空白键是浮起来。空白键，这样，哦哦，这样，对，好好笑哦！又开车又开船，这个可以捡精华哦。我先看下安全区在哪。我觉得我们绕到最后面要不要？这个位置，林，你觉得嘞？好 ，OK， 那我要绕了，因为桥上会有人，时间应该够。我觉得 F 离我的 V 跟 B 键好近哦。你不要按哦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我看到了，他们开枪了，在后面，他们在船上，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。哎、欸，要不要跟我换位置啊？我来开枪，我有八倍镜哎。他过来了，他追过来了，他好像开过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谁要开？谁要开？给林开好了，我来打他们。好，好，那我换位置哦。来，开开开，我八倍镜，来啊！追船是不是？哦，好晃哦，好晃哦。他在哪里啊？那你要沿着右边走、哦。在正后方，不知道有没有追到？然后越来越远，看不到他们呢、欸。
该不会追过来。好像没有追过来。那我们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我下八倍镜，我看桥上有没有人。现在看来桥上好像没有看到敌人哎。亚瑟感觉这好玩的吗？海上漂流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射到人哎、欸。刚刚好飘哦，应该是。我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敌人。好，船家，船家开船，船家。船家开船，让我们来一个安全地。后面这个地方没有追兵，我刚刚看桥上有没有人。哦，有台船开到上面去了。我真的很想开枪 ，Angel 看到了 ，Angel 我真的想要开枪啊！那我开一枪可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说开枪开好几枪，又太喘了。这雅思你是没子弹对不对？没子弹。对。好，小心哦。意思意思一下。我看到林也是赤脚，我转四点。那铁要这附近上岸吗？我剩那个点，我剩那个点，我剩那个点的前面有一个沙滩。哎、欸，先下，哎、欸，要准备走了、欸，圈要来，你先冲过去好了。先冲过去，冲过这个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对，漂亮。然后冲头到右边那个这个点，这个点不会被。堵到，我们重新上岸，可以吗？还是要玩？可以。好，交给你了。有空投哎、欸，投在海上，这个不要捡了，来得及吗？要捡吗？捡捡捡好了，捡一下好了。哇，甩尾 ，A186，空投在海上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哎呀，过头了，那我来，畅游大海，我爬上空投。哈哈，好帅哦！好，我爬上来了，我爬上来了。止痛药三级 ，N249 哎，狙击枪的那个 N249 你要吗？有要拿 N249 吗？可以先捡。先捡吗？可是我这样会换掉一把哎。好，那我捡。好，我跳过去。海上人家，我跳，而且这是没有子弹、欸。跳这个好玩，亚瑟要不要玩跳这个？跳这个好玩。不要，我怕等下跳下去就死了。你不跳，我要丢手榴弹哦。不要，我不要跳。我要丢手榴弹哦。你看一下我拿什么？要不要跳？不要。哎、欸，我跳上来了。哦，好像在垦丁哦，垦丁玩香蕉船哦。打铁圈要说了。好好，打铁圈要说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跳过去。哎、欸，哎呦！等一下 ，OK， 可以，好，走吧，谢谢你。好紧张哦，要上岸了，到东北角上岸。哇！决胜先生有在海上。你看我的手，你的手怎么了？你的手怎么了？你看我的手吗？看不到啊，你要开视讯我才看得到。是啊。是什么鬼？哇哦，帅哦！老江湖，你就直接这样跳，这样开上来，果然够帅气，跟变脸那个电影一样。我们这样走路好像蛮帅的。好，我们这样，我们现在其实要小心，因为我们在圈最外面，我们可以伏击敌人。哎、欸，对，雅思，你可以把鞋子脱掉，因为鞋子那个声音很大声，走路的时候比较大，哦、真的对吧、啊？所以我们都不穿鞋子。欸、我们来架枪吧，我269发。那你有多的5.5吗？有超多的，我给你129发，这给你。我这有还有188够了。我们来归点吧。我们到上面好了，这边太低了，看不到人。上面这一区比较好。然后我这边好像有一个瞄准镜，全向瞄准镜有人要吗？好啊，我需要一个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这给你，要跟你收500块哦。
没钱，讲得很顺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可以准备龟点，龟点了，给龟流来了。好，两伙敌人先报方向给我，因为 我拿八倍，可以打比较远一点，而且可以爆头。你看有没有敌人？我放敌人，等一下、哦。他们车子在旋转，你好有笑、哦。超远的，他在树那里，在那个325，他有台车一直在旋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超好笑的，一条越野车在爆车，等一下我就爆掉，等一下我叫猫猫进来，猫咪，一位吗？嘿嘿嘿 ，OK， 我回来了，嗯。他的车还在旋转呢，有台车进来了，小黄，他从最近开了，等一下、哦、我要狙他，哇，他车在飞，等一下他会过来，他快靠近了，现在方向应该在30的位置，他是走马路就对了，他开一台小黄车。一台车在旋转，好烦哦、喔！你们都要看重播，你就看一台车在旋转，空中旋转哦、喔，在树旁边，然后一直旋转，就旋转，超诡异的，像灵异事件一样。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幽灵在上面吧？好，我们这区目前后面应该是安全的，主要看前面。前面是有小屋啊，这有工厂。哇，点都蛮贵的 哦。对了，没事没事。多圈。而且30的灯塔上面好像有人。好，我看。30灯塔上。山上。你说那个天文望远镜那个台吗？对。远远那一个。没有人哎、欸嗯，我看不到人。等一下哦，剩16个。对啊，我看敌人，等一下，哪里？我打到他了，他已经跑。哇，他不会死哎、欸。在小屋里面，在那个330。不、哦，我被打了。真假的？你赶快躲起来！敌人在哪？你损血方向在哪？我不知道。我没有看到哎、欸。哦，希望不要是外挂。应该是天文台，因为我现在躲这个位置，天文台打不到。我看到天文台的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对。他跑回去了，他躲回去了。他躲回去了 ，OK， 我把他打回去了。对，天文台有一个，可是最后决胜就在天文台，是不是？我们走到啊，怎么办？好难哦。是用绷带是补血吗？绷带是补小，就是小补。我有我、哦、你现在血损多少？很多吗？我看到了，1/5左右。好，你先用绷带补，我知道不能补。然后你有没有那个止痛药？没有，我有饮料。我看到敌人了，两个。打不到他们，太远了，可惜。我们赶快先移动好了，先往前移动。你们跟着我走，然后我给你止痛药。假设我丢地上，你看我位置。嗯。这个地上，痛！我跑过去吗？对，这里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！你那边要收圈了，赶快来这里。
我这个位置哦，你记得起来吗？嗯，记得起来。我设点给你，你等我一下。好 ，OK， 我设好了。我快到了，嗯，好。止痛药你等一下先吃。我剩一点点的扣血。没关系，你先吃啊，你可以回到全满。电问他有人啊，我刚看到两个敌人，可是我狙不死他们哦。哇，毒圈啊！门开枪啊，下面。嗯，精准的位置找不太到。要缩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没错，赶快走，你们赶快走，我已经在圈内了。我看到敌人了，黑尾的灵还在外面，跑掉了，断线、哦。我现在黑一面。哇、哦，有手榴弹在我附近、欸啊。哇，这后面有人。哇，这样不容易玩了。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的，敌人在哪里？哇，我一直听到我中枪了。哪里？楼上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直听到手榴弹声音。我打死了，敌人在你后面，敌人在你前面。我看到烟雾弹，我杀死了，刚刚一个家伙杀死了、哦。我看到，小心。下面两哦，有人打不死哦哦哦哦，你打死他啊！太好了，我打死他了。好，你先捡包。可怕，点跑掉了。好，我刚怕后面的，所以他救他了。可恶！我看不懂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先拿子弹跟补包。你找你可以，你是7.62的。子弹，嗯，他们在下面。白屋子里面有两个敌人，我刚把一个打趴，就他救他，可恶！不过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出来了，我、哦、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毒圈是不是来了？啊，毒圈来了，来不及了。哇！我被打到了，没有捡到子弹，我只有散弹枪。哇，我不知道被谁打了，可恶！我现在剩散弹枪而已。右边的狙击枪。右边，等一下哦。嗯。哇，很难玩哎！敌人在下面又狙不死他们，可恶哎！阿铁，你会被狙。他们三个是互救，可恶啊！打不死他们，我已经打好几次了。还有43秒，哪里？你在开枪啊？杀死一个，爆头了。两个，剩一个敌人，在树后面。哪个方位？在我的340。他在树那里。打不死他哎、欸，可恶！我要跟他继续相 PK 了啦。他躲树后面不敢动。雅思你先躲好哦。他冲了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。他冲树，我靠，超厉害的哎，超会跑的哎。你看到他了吗？帮我夹他。等一下，我
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我，他在树后面没错。等一下、哦，你先我想拿散弹枪。好，我看到他了，等一下、哦。干掉了！哎、欸，吃鸡了！哦、哇、哦、哇，太强了吧！哦，第一次组队，我杀一个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拿到八倍镜，我竟然我从来没有吃鸡过，我第一次组队吃鸡、哦，我要感谢你两位，送我到这边。我什么事情都没做。啊、天哪，可以捡精华嘞！吃鸡嘞！我把最后把他狙死了。他的队友都被我杀光了、嗯，因为其实因为刚好我拿到八倍镜，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们位置在哪里。嗯、可是我前面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、嗯，我前面狙他们倒地又被救，就最后成功吃鸡了，我超感动的哎、欸，各位，哇，凌晨1:09成功吃鸡，感谢雅思跟你，对，好 ，OK， 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没有活着，我觉得我会觉得我没有动力，而且我不知道左边是安全的，因为你在左边，所以我觉得，哎、欸，然后大家讲。各位，我们吃鸡了、欸，跟我聊天室的，谢谢你们观众，超精彩的。Hello， 我们来分享一下刚刚那个最后啊，哇，好精彩哦，这场真的很精彩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场。Hello， 雅思 ，Hello 林 ，Hello 林，林是断线了，林刚，他刚好像就断了，林刚刚林可行，因为后面断线，所以他动不了。嗯，哇。亚瑟要不要继续玩？我们成功吃鸡哎、欸！好啊，我从来没有吃鸡过、啊，你知道我超感动的好，因为我上一次一个人玩到第二名，结果我真的没办法，敌人躲在草丛，我看不到。然后刚刚你在左边，欸、我顺便，嗯，你说、啊、你先说好了。我刚才因为你在左边，所以我可以放心的把左边交给你，你懂意思吗？因为我知道左边没有敌人、嗯，因为你在后面。刚刚敌人其实后我只剩一把散弹，你刚刚杀几个？一个。OK 啊，你知道你刚刚那个有可能就把我杀掉了、欸。所以我才能专心打前面。他拿拳头来打我、欸，他拿拳头打你，为什么？他偷袭你？我不知道，他就直接冲过来，然后要拿拳头打我，要跳起来打。我觉得很感动啦，真的很感动。不过今天这样玩到这里，因为太晚了，我好累。哇，好感动、喔。OK， 今天这一集我觉得非常精彩、欸，谢谢就是聊天室的观众一直在默默看我们玩游戏，然后也感谢林跟感谢雅思的加入。因为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在玩这游戏啊，小孤单啊，然后这聊天室人陪我一起玩。嗯、我没有哭，我没有就哎、欸，林怎么回来？林刚刚怎么了？我刚刚断线。你刚刚是不是？因为我刚刚看你的脚都不动了，网路延迟。哦，而且你现刚刚也要感谢林，因为林有发现上面有人。我刚刚原本不知道上面有人，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注意上面有没有敌人下来。果然上面有三只，最后那三只就是我们决胜的那三只。哎、欸，林，你知道我刚刚吃鸡了吗？有啊，我有看到，我最后回来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哇，感动哦。好啦，可是今天游戏还是要到这边一个段落啊，我们之后再继续玩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组队。嗯，对啊，早点休息啊。没问题。对，等一下要去。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啊，请说，请说。你是用 OBS 录影还是直播吗？我跟这个游戏。哦，我是用显卡，显卡直接直播啊。对，它是吃显卡，完全不会那个。直接取不到。对，我 OBS 黑屏幕接不到。对，可恶。OK， 好，感谢、嗯，我觉得很感谢你们，真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吃鸡过，今天是第一次，哦，也是刚好凑巧捡到八倍镜，不然真的瞄不到底，好感动哦，嗯、我要去，我等一下我要去吃一只烤鸡，然后庆祝一下，杀一只烤鸡来吃，好啦，谢谢你们，以后我们再组队吧，再约时间，好不好？不会 ，OK， 那大家晚安咯。对，好晚安，好好好，那我也跟聊天室晚安，对吧？我刚听了拿铁老师晚安，是拿铁雅思。OK， 然后今天直播也到这边，谢谢今天观众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。好啦，嗯、那到这里啊，大家晚安喽，晚安，晚安，那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So